没事，你跟我吵架嘛。好，戏里面一直跟你吵架。来，欢迎我们陈龙喵。哎呀，龙喵，来来来。Hello， 台湾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罗密欧。在戏里呢，我也像猪一样了。对，因为小弟老师说叶洞皇这个角色呢，就要像猪一样爱吃。我在戏里其实是个，我觉得新加坡算是个宅男，爱打电动，然后喜欢煮厨，所以才来到台湾学厨艺。却和这个住一半的队友孙友呢，就是叫我去帮他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就被 CCTV 拍到，从嫌疑犯变成通缉犯。工作没了，不能回家，也不能回国，然后住在台湾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所以你们要继续看下去。对，那个虽然还没看到，但是呢，大家看到这个剧情都觉得说，然后呢会怎样？很复杂，很精彩，又很伤心。而且两个人的很多肢体动作也非常的多，譬如说要从哪边摔到哪边，要从哪边弄到哪边，从哪边跑到哪边。哎，这部戏是我，对对对，对，这部戏是我有史以来化过最多伤妆的一次。我不知道干嘛，叶洞，因为洞洞就一直受伤，一直打架，一直受伤被打。嗯哼，而且在里面，你跟这位记者也有一些小小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有很多，我还骂过他呢。你还骂他呀？对啊。OK。因为他是记者，他应该帮我洗脱罪名，可是他也有他的困难。对，反正我在这部戏就是一个，那叫什么 ？M。抖 M 吗？我觉得一直被那个带，没有啦，那个我的意思就是不。其实明明个性就是应该要很，我是一个记者，我应该要去找出一些真相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也是被就是我 S 啦，嘿啦，刮几下，然后那边又骂几下，好，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真的很精彩，对，好，非常精彩，而且所有精彩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看似冷酷无情，但你不知道后面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人。这一位呢，今天也从新加坡来到台湾，他在台湾也在拍戏啦，所以让我欢迎。你们可以叫我江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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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里面，刚刚陈文没有讲说，他妈这是难得第一次，就是不带脏字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就是真的是有几度会演到，就是看着海芬姐的眼睛，在 action 之后，我真的会觉得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然后内心的委屈就是会涌上来，然后反对这样。我觉得这是现实生活的反应，就是你在觉得别人为什么要骂你之前，先想想你自己是不是做的不对，是不是准备的不够。我戏里戏外都会被他这样凌虐。在戏里面，新闻做的不够，戏外面有没有把戏的台词背好？哦，我一次骂好多。有啦，但是就是真的这部拍这部戏呢，跟海芬姐合作就是出骚扰啦，我还对嘞，我就是会就是觉得很想念她，然后当然就是跟新加坡演员们合作也是一次很特别的经验。哦，好，那这一次就是跟你跟俊雄的也有合作，就是也有很深刻的合作，深刻的交流，对，深入，非常，就差。就差床戏了，我怎么没有人自己先 Q 说差台歌？不是有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那个删掉。有几个就有一点暧昧啦。其实当记者，然后就是追查，然后要知道这整个案件嘛。对。然后结果就说我可以帮你。我连他的但是有条身材之类都追查到了。开玩笑啦，是呗。对啊，他都可以拿到我家钥匙这种深入。之类的，但是我们在做震惊的事情，对，曾佩琪刚刚自己说他都不要讲色情的话，可是刚刚一整段都是色情的语汇，深入以及震惊，到底怎么样的震惊的深入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觉得黄俊雄好可怜哦，来台湾接受到你的震惊的深入，没有没有，因为其实这部戏我们是翻拍2016年真实的ATM 被。被盗领的事件，所以其实这部戏要讲的事情，大家如果有先看一些那个一分钟的片花，会知道说这讲的东西很，社会新闻也好，深入也好，还有一些社会小人物的这些奋斗的心声，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要带给大家多一点娱乐效果。但刚讲的是真的啦，他们两个也很那个啊，很深入，也很就是也很近啊，就是。打来打去之类的那种不都很近吗？就是这部戏几乎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所以那里面你会不会比较轻？一开始比较轻松一点？
一开始非常轻松啊，他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玩啊，一直有啊。我被他假肚，我被他假肚子吓到过，我以为他真的这么胖。对对对，而且戏里不敢说是不是？对，我不敢说，我后来才说，哦，原来是假的。因为在戏里，我老师知道我增个十公斤，可是有一点困难啊，就来不及增个十公斤，所以他就帮我安排了一个假肚子。那假肚子要一公斤多重，所以全程三四个月都带着那个假肚子。所以有很多人就是没有见过我的人，刚开始觉得哦，真的有一个小肚子这样子。对，像西平大哥也是，哎，原来你这么肥，然后脱下来，哦，原来你是瘦的，这样子。OK OK。然后在前面当然是很开心，说可以吃很多零食，可是到了后面就完全吃不到零食，就是吃草了，在森林里面逃难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森林草逃难。而且开始拍的时候，我们穿着冬装嘛，那连西衣服穿到夏天，夏天然后在森林里面，哇，还穿着冬装，好热，台词都很难讲出来。对对对，太热。那里面呢，囧是在台北的那个戏比较少，因为我大概90多%的戏都在新加坡拍，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跟思维完全没有和任何的戏。对，因为我的部分都在新加坡拍了，然后来台北的时候也拍了大概5到6天的戏而已，所以我觉得拍的不够过瘾，不够多，希望以后有更多续集的时候有更多机会。对，可是就因为他在新加坡做的事情，看到我们在幕后做的那些事情，然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几个小人物的一些，让他们有机会去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回不了国才厉害，回不了国。这样很好啊，你看我都有点紧张了，我觉得很好，就让你们可以去看这里的森林啊，去到处看。对，是啊，我们也去了。在一个地方叫做龙生银行的台湾公关部，龙生银行的台湾公关部。那这个公关部里面呢，它发生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找出缘由到底在哪里。因为晚上的时间，就是有一个人出去有点问题。然后于是那天晚上有人害进了办公室里面去做了不一样的一些状况，所以你们等一下要找出来到底是为什么。好，所以我们也邀请你们去还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那传说中的这个关键人物到底在哪里。所以你们手上有这一个电脑，我们现场呢有一些 CCTV， 哦，有 CCTV 你们应该很熟了啦，因为在里面你们一直在被监视器里面拍到，对不对？在 CCTV 里面会有，然后我们周围的环境都会藏匿着我们的任务，所以不管是你们等一下看到，不管是文字啦、图片啊，都不能错过，因为东西都在那边。好，但是我们会有小天使在旁边帮你们解密一下，我怕说24小时后大家还解不出来。对呀，我最怕这个。所以俊宏行吗？还有拍了4、5个月了。我 CY 是电脑白痴啦，那所以现在有一点入微戏里面的状况。OK， 戏里面请 Eric 的状况。放心，我们不会靠你。对，这 Aaron 的状况，而且在里面非常会解密的还有谁？还有我们的云月。他只会叫救命。他只会叫救命吗？好，不管解密还是救命，五个人准备好了没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来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讲一下你那边怎样，我这边 OK。好，你们讲我这边 OK， 好不好？好。OK 完了之后就准备出去哦。好，大家手要放出来，好不好？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对，你们俩，哎，对，你们一起，把那个，把电脑也放在桌上。对，大家把骇客的这个重点。好了。哎，赵明哥，好吗？好了，过去啊。好。等一下，过去啊。我有画面了。有画面。哎，哎，真的有画面。有了。啊？找 IP。找 IP。对，找 IP。然后就有记录，设这个视频还有什么？来，我们你看一下。有多几点吗？对。7月26号半夜。凉过。真的是。我只找到4点，可能27。嗯。是27号还是26号？0726。27026，然后02。上面一个。然后这边是出现。上面这02。你看一下他们的那个画面里面，你可以在这里写了。
对，因为他写了一个白板，他白板上面写了什么字 ？TRASS 吗？白板在哪里 ？Trash。Trash in can， 对不对 ？Trash in can，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找出垃圾桶？对，垃圾桶在哪里？全部放到桌上，全部放到桌上。垃圾桶有几个？来，放好，放好。等一下，先放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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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垃圾桶有几个？只有三个吗？有五个。有五个吗？对面有五个垃圾桶，有五个垃圾桶。垃圾桶一起拍照吗？现在好，那请问这五个垃圾桶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样端倪？因为我们的密码会在里面。数字9195，高丽1234566915691156，所以这四套码会乱跑。九一五六，连打有五个数字哦。那个后面好，来9156。Trash in can。Trash in can。然后你们看到 Trash in can 旁边有一个画面。可以放大看到，你有看到他放到一个画面吗？对，那应该是一个三层柜的画面。三层柜。哎，我有搬出来，好，请你把，来，请你把，对，不用不用搬太前面，后面一点点。9151560，跟那个小天使。耶，打开了。哦，请看里面，里面是什么呢？开始小东西在里面，我们会笑的。你们怎么笑？恭喜，厉害得了吧？来，请我们打开看，腾讯银行里面告诉你们。哇！啊，大声一起念。来，请大家一起念。八月正式与大家见面，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就会是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大家一起解谜才行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八月开始呢，你那边怎样，我这边 OK， 就会让大家看到到底大家要怎么样去过人生重重的关卡。好，所以今天也谢谢。右边，来后面，后面，来后面，中间，好，后面右边，